呢部跳出嚟最快裏邊落檔白色帽夠響港進啦，咁中間都塊黃色帽嗰匹咧就好勝進日啦。開面第三位就灰馬嘅飛龍在天，中間第四位咧就係不醉無歸啊。四隻馬入曬鏡頭噶啦，啱啱過呢個800米段處單騎放領裏邊內檔咧出咗嚟先見到夠響港進啦。外側第二位咧就好勝進日，開面第三位就灰馬嘅飛龍在天，再嚟兩個馬後邊咧第四位咧一路推騎緊嗰匹咧就不醉無歸嚟嘅。轉緊500米彎入最後直路啊，形勢冇變過嘅。方頭就係裏邊落檔嘅夠響港進，中間第二位就係豪勝進日，開邊一路啄緊上嚟咧，咁樣係飛龍在天啊！再嚟四五個馬位咧，轉出開邊個檔上咧就不醉無歸。好啦，到到嚟最後250米路程啦，咁啊開始推騎咧，就中間嗰匹咧見到係咧豪勝進日咧，裏邊仲係佔先少少夠響港進嚟嘅，打咗兩邊咧見到飛龍在天嘅反應唔係好強烈嘅啫，暫時唔入鏡就係包尾嘅不醉無歸。好啦，最後100米咧，仲係佔先啊！夠響港進，夠響港進贏第一組試習，跑第二名就係豪勝進日，第三名飛龍在天，跑第四名就係不醉無歸。